有微型摄影机科技安全帽、行车记录器，还有无线电耳机麦克风，这些警用装备来自新北市成田禅寺。明天企业为了强化警察执勤安全，购买装备正与新北市土城分局由分局长周正安代表受证。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热心的企业人士赞助我们土城分局精良的装备包括我们的安全帽、行车记录器、还有密录器、还有无线电耳机麦克风。相信我们有这些优良的装备我们的同仁在执行上会更加的精进，那也更加保障同仁的安全。这一批精良的警用装备成为员警安全的后盾，对执法效能也能提高。像是安全帽依照警员头型客制化，更加舒适与安全。这一批装备在送达警察同仁后，相信他们会很有感，并且由新北市警察局黄忠仁颁证业者感谢状，表达由衷的最深谢意。下一个。成田禅寺和民间业者捐赠科技化装备，内外勤员警都能够入手分配到完整的警用装备，执行勤务时如同特警，战力再升级，全力守护治安，对个人人身安全也有保障。记者简明山土城报道。